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蒋慧，今天又来到福隆龙门营区，要来带内坜高中小朋友做寒训，也就是我们的音乐创作营这样。那这个我已经连续带了好几年了，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小朋友怎么在一个小时半去完成这些创作。咱们待会见啦，拜拜。A few moments later. 没收工就骂脏话。一觉睡到自然醒过，你还在等待他的女孩。我们准备给你最精彩，你们全部给我嗨起！傻子浪费你好不好？吉他含蓄开怀大笑。傻子浪费你好不好？我们绝对给你最屌。还有内高里圣洁陈彦彤，我说内高里圣洁，我说内高里圣洁，我说内高里圣洁。你还有多少梦没做？有人说生命像河流，那曾经在意的在弯也在曲折，已随时间流走，是不是可以重来过？前方还有人在等我，那胆怯和懦弱像后面的慢动作，早已赶不上。